爵士的一些用的一些 solo 的东西，那其实，你最终比较需要的是，不是音阶，其实它是，针对这个和弦的一些乐句、一些声音，以声音为单位，并不是以，所以如果你有时候看一些。 你有时候去做一些采谱，你还是会发现，这个吉他手弹的音跟你得到的正确要使用的音阶的内容是还是会有冲突，所以表示他们想的有时候是这个和弦该弹的乐句的声音。好，那我们再继续讲到刚刚这个251的和弦 ，D minor 7 G7 C major 7。 那二级是 D minor 7，如果我们今天一定要讲音阶的话，通常你 minor 和弦使用的音阶就是，它的组成音是一降三，它的度数一降三五降七，那你音阶其实只是把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的度数全部拿出来，就是一个音阶，一降三五降七。 我们再把9、11、13，就是瑞发拉加进去，就是
D minor 7可以用的，这个 minor 和弦可以用的音阶，那就是一二九十一十三，就是二四六，所以是一D 为一嘛，一二降三四五六降七，一二降三四五六降七，一二降三四，好这个。按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只是像一个 C 大调音阶的 Re Mi Fa Sol La Si， 听起来其实你去操作这个音阶，如果你并没有一些比较能弹出爵士乐句的一些韵指习惯，其实弹出来是不会像爵士。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比较深入的时候才教大家怎么样使用这个 D Dorian， 就是一二降三四六降七这个音阶弹得像爵士。那如果你一定要得到一点比较刺激的声音，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旋律小调。我们刚刚的第七音降七要弹成还原七就可以了，它跟这个 minor 7是没有关系啊。一二降三四五六七，第七音。一二降三四五六七，一二降三四，啊，或者是一七六五四。再来是五级的话，我们是 G7 的家属 ，G7、G9、G13。那我们能使用的音阶是，7是135降七，那我们把雷发拉就是91、13度加进去，就是1、2、3、4、5、6降七，好，一个降七。一二三四五六降七，好，根音为一，一二三四五六降七，这个叫做 G mi sol li re。如果我们今天弹一个也是比较刺激的声音，就是我们的四度是做升四度，就是升十一度，一二三升四五六降七。
叫 Lidian Flat 7，就是 Lidian 降旗，你可以发现它的这个 G Lidian Flat 7，它的这个音阶刚好跟第一旋律小调它的绝对音是完全一样，所以是它们互为关系调。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节省思考的话，你在做 G 的Lidian Flat 7之外，你可以不用去想，用这个念法，一二三升四六降七，因为你这样做其实也是在弹D的旋律小调。好，我们听一看声音。所以我们遇到，我们在和弦二级五级的时候，我们遇到五级，我们在二级的时候，我们弹的是第一旋律小调。那我们遇到五级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为五级做任何音阶上的改变，你可以继续弹低的旋律小调。那你还是道理是相同，你还是可以去处理 G7， 就是你会得到 G7。距离点降七这个音阶，好，那相对的，如果你将来单独遇到一个 7 的和弦，比如说 A7，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五级，你就可以去弹它二级的旋律小调。伴奏 G7， 我们听一下这个，我用第一旋律小调弹出来的声响是如何。7 G7 二级五级，我们都是用二级的东西来弹这两个，就是用低旋律小调，这样是很轻松的。那另外一个音阶做法就是，如果有时候我们的 G7 是做变化的，就是5度跟9度有变化，像这个 G7 升5度 ，G7 sharp 5。适用的音阶是1-3-5降七，五要做降五跟升五，因为它已经是变化了。那它的九度也是要做升降，就是降九跟升九。所以我们的总和就是，哇，这个很麻烦，这个是我们知道顺序排列就是一降九升九，三降五升五降七，这个叫做 super loop。好，这个升降音就有五个。非常难弹，我们看一下，这种和弦适用的。升五降九，或是升五升九，升五降九，降五降九，降五升九。
这样的和弦。那在五个音阶里就有五个升降，那如果你要让它简单化的话，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在前进一格弹出升 G 的旋律小调，那它的道理会跟刚刚一样，它刚好会等于 G 的 super low。 我们将这边升半音这边当成旋律小调的第一个音，好，一二降三四四五六七，一二降三四五六七，一二降三，好，旋律小调很简单，一个降三而已，一二降三四五六七，一二降三四五六七，一二降三，好，这样子进了一格，像旋律小调，跟推一格像 super low pitch。在音阶的指型上，找音上面是其实是难易度差很多，但是其实进了一格之后，你就觉得很简单。好，这是他的作品。好，那我们现在那 C major 7，今天我就暂时先不讲了。这个大部分人我们必须回到 C 大调音阶。可以弹 C 的蓝调音阶。